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台主的 Monkey。 咁当然是很兴奋啦，亦都有少少系意想不到的感觉嘅。咁因为我从来都冇谂过，即系自己可以写到歌啦，亦都可以将佢真系认真咁样制作成一首嘅作品啦，同埋甚至系集结几首作品去出只碟啦。咁呢啲都系冇谂过嘅。好好彩就有啲机会可以令到我啊，可以用音乐去到发展呢个事业，喺环境嘅即系帮助啦，或者喺幸运嘅眷顾之下咧，咁我可以依家用音乐去做我嘅叫做全职嘅工作，咁所以我觉得系音乐选择咗我嘅。即使有一啲人佢会觉得啊，你之前系有一啲嘅工作嘅喎，你之前系可能翻紧一份 full time 嘅写字楼又好，或者系一啲唔知咩工又好啦，总之系一份稳定收入嘅长工。咁你做音乐嘅时候就冇喎，你放弃晒佢哋喎。咁即系变相系觉得音乐令到你放弃咗一个稳定嘅收入啦。咁但系我觉得咧，即使嗰份工好似好稳定都好，都系会俾人炒噶嘛。即系你今日唔知听日事，佢突然之间就可以炒鱿，公司突然之间可以执笠。咁所以我觉得音乐即使睇落去好似好危危乎咁样，即系条路好似好崎岖，咁但系即系行后啲睇，两件事好似都差唔多。咁所以有机会，咁我就梗系尝试下行一条我自己有多少少把握去行嘅路啦。就是容不下